这个刚刚最后庄委员所提的啊，其实我们也认为啊，这个在政权交接的当下啊，我们所面对的情势一样是严峻的啊。那这个台湾这个以小事大啊，在国际的空间上本来就非常的困难啊。那中国就如刚刚你所说的，一个中国的原则啊，还是无所不用其极的，在各种不同的场合、各种不同的这个运用啊。今天我们都难免这个会推论甘比亚断交的事情，在非洲这个跟现在的政治情势发展有关啊。现在我们想要处理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国人同胞啊，直接被带到中国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其实也一样啊，一样，他这个都难免啊，难免都有政治的揣测了啊。但是我听了一个上午啊，这个我不要用严厉苛责的方式了哈，我们大家来想一想，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啊，就算他犯了错，他可能是诈骗集团的一员啊，因为事实现在没有办法厘清，他犯了错啊，但是在我们的司法管辖啊，在我们的这个两岸共打或者是司法互助协议里面，这个家里的小孩犯错，是不是应该带回来家里管？是不是这样？夏主委是不是？不，委员，我刚刚举了一个当然比较不，也许不是很适的例子。譬如说，一个国人如果是在美国犯了罪，难道你认为自己小孩就要带回来打吗？也可以跟美国谈呐、啊。难道你不认为可以谈吗？在美国犯罪，当然美国要接受审判、啊。在美国犯罪，那美国法院处理，但现在在肯亚无罪了。不，无罪是现在是第三国嘛。我不是替任何人讲话，他的无罪是这不是针对诈骗这一块。他是正面，他在那边有没有组织犯罪？有没有？我知道，这个主委、夏主委，你不要那么紧张。我不是紧张，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说，我们跟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啊。今天我们要问的是，我们各个机关，包括陆委会、法务部、外交部、刑事局各单位，在这个事件从103年11月发生以来。坦白说，你们刚刚都回答，你们当时就知道，我真是替你们捏把冷汗的。我再给你个机会，你当时真的知道吗？陆委会真的知道吗？陆委会当然知道有这样的案子发生。103年11月，有这样有国人在这个在肯亚被抓。来，我再确认一次。来，法务部在103年，你知道吗？陈市长，你个人知道吗？我们知道，知道。你确定你知道？知道。对，外交部有通报我们，就是他有讯息给我们。我假设刚刚你们啊都知道，但是正因为你们知道，你们有没有穷尽一切的可能，穷尽一切的努力，说过去菲律宾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中国方面也的确对我们的判刑他有 concern， 这我们不是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两岸的司法互助其实很脆弱，你的热线啊也不见得有用，而你们在103年11月的时候通通都知道，告诉我们都知道。我知道外交部有派一些人协助，问题是这个官司打了那么久，我们刚刚听到4月8号遣送的时候海基会，你也是最后才知道啊，好奇怪。你们各单位扪心自问，你不能防患于未然吗？你不能有一些事在事前交涉吗？罗英雪去做。